Turtle, play along with me. Boogie woogie, 8 to the bar. 1, 2, 3, 4. But the boogie woogie make his fingers move too fast. Yeah. ，对面为啥乱开团？是因为主播在下路带线。为啥我敢去带线？是因为我知道队友很强大。为啥我知道队友很强大？是因为我很强，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很强。所以这波主播 C 了。他开始做广播体操，开始他妈的伸展运动了。还敢回眸望月，那征服者带的啥意思？就是要跟你脱下裤子比一比，到底谁的大的，你还跟我 battle 你啊？就是要跟你比一比，到底谁的大，结果看来是我大，我更大一点，我太稳健了。回首掏，哎呦，呀，哎，不对劲呐、哥们儿，我这会儿平白无故弄了五个兵，啥意思啊？不能用这个皮肤了，这皮肤手感真的垃圾。他不会打野在后边吧？他在跟我跳舞，我觉得是真的，兄弟。我炸了，我这个大到狗熊了，他个子太大了，你知道吗？啥尼玛动力器，四个人抓我。我他妈走过来俩针眼，好晦气啊！这感觉自己这就跟你的浴室里装了个监控摄像头似的，好晦气啊，兄弟！你不想叠个红面吗？你看你给我挂了个阴气，不想跟我打一下吗？嘿，这他妈又来个兰博，我操！这兰博又不知道有没有闪。这种硬撒一个大过来干可是啥人呢？这就是带不灭强于消耗。如果你玩狼人，你不太会抓时机，你还是先从不灭玩起。这版本征服者的话，狼人已经可以带了。因为征服者比起上个版本出神话装备之前的征服者拥有了更高的适应之力的加成，现在的征服者更像战争热潮。狼人的被动现在又有这个额外值的加成，知道吧？
操！我他妈没事拍啥空格呀！我操！我这人好傻逼！哎呦，我真的是我没事拍啥空格呀！我忘了他这个，我不是自尽回头，就是我拍了一下空格，我觉得他肯定死了，拍了一下空格，习惯性的往回点。我得改一改这毛病，有的时候极限操作的时候，就是打架的时候不能老拍空格的。自尽回头之后其实是有补救办法的，但是我拍了一下空格就补救不了了。我拍了一下空格，鼠标往回点了一个，对，我就迷了。吐了，这他妈我死了，而这波居然没有秒掉日女，反而被秒了一个，对，被秒了一个白石。我为啥会放这个大，是真的傻逼打的。哎呦我真日啊，压的，你居然内心毫无波动吗？我这波上路的兵线也进去了，所以我不如说利用我没有意义的时间去浪费一下日女的时间。这样我的时间不就变得有意义了？哇，这一波洗礼，其实我闪现 R 好一点，不能交闪跑，谁给你控住，宵小之徒安敢造次，马佳佳说你大龙都没了还在拆塔吹牛逼，这个无所谓的呀，我玩游戏确实专注度有的时候不够，而且在跟大伙讲硬性知识嘛，那叫吹牛逼啊，我都傻了。我的分可以掉，但是大伙的问题一定得回答，这就是主播的态度，知道吧？然后因为主播跟大伙讲东西分了心，从而分主播菜的这个主播，他不用主播多说了吧，谁有问题我觉得一目了然，那我觉得呢，觉得态度更端正。我觉得这版本这帝国指令大树还真挺行的，它主要金丝儿和帝国指令都很便宜，然后它这个帝国指令自己打的伤害会造成多段吗？吹着牛皮阴阳怪气的马佳佳吃着狮子王的分是真的爽，哎呀我操兄弟，哎，求求你们别杀完，妈的我成局外人了，这咋办呀？也不是局外人，这波主播还是功劳很大的。你看这波对面为啥乱开团，是因为主播在下路带线。为啥我敢去带线，是因为我知道队友很强大。为啥我知道队友很强大，是因为我很强，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很强，所以这波主播 C 了。退场。